突击逐兵实力测试，几阶能击杀巨人？上期我们的小公主五阶种植了一列，最后损失了七个，才勉强打赢四阶巨人。有人。而我们的突击逐兵那就不一样了，只需一阶就能打赢四阶巨人。所以的话，规则就要稍微改变一下，就不能种植那么多了。就直接改成种植三个，看一看几阶能打赢这个四阶巨人。一阶挑战失败。两阶挑战失败。可以的，三阶就挑战成功。然后我试了一下，五阶单挑的话是打不赢的，那么两个看一看能不能赢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